亲爱的小朋友们，咱们又见面了。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知识可是很重要的，它们叫做拼音，这可是语文中最基础的内容哦。学会了它们，就可以认读很多的汉字了。还等什么？现在就跟我一起学习吧。单韵母 啊、哦，我说啊，你对啊，嘴巴张大。字母啊在哪里？大家一起来找他。医院里见到啊，口腔检查要说啊，身体健康不生病，宝宝张嘴笑哈哈。我说哦，你对哦，一个圆圈就是哦，小朋友学学我，嘴巴圆圆哦哦哦。打公鸡最勤快，清早起来跑出窝，要问公鸡干啥去，大声打鸣哦。我说啊，你对啊，嘴巴张大啊啊啊。字母啊在哪里？大家一起来找他。医院里见到啊，口腔检查要说啊，身体健康不生病，宝张嘴笑哈哈。我说哦，你对哦，一个圆圈就是哦，小朋友学学我，嘴巴圆圆哦哦哦。打公鸡最勤快，清早起来跑出窝，要问公鸡干啥去？